就因为有你们这种人，我也长进。现在真以为自己是搞艺术的了啊？我有角色吗？你想要吗？你的角色是一个脱口秀演员。可以，谢谢杨哥给你们。行，毕竟你投了钱了嘛。行，谢谢杨哥给你们。那就角色突然换了。我没有角色了。工作人员们，杨导选角了。杨导，我首先豆豆。哎，我要选豆豆啊。阿力，太棒了。我需要智胜。哦，成哥，好啊。你不需要。怎么回事？我需要小北。哦，好，我还选庞博。哦，对，那我要呼兰。什么叫那我要啊？哎，那我是不是是场务啊？这么一选，哎呀，你看看你，要干活了都不要你，真的是。哎，好，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好嘞，那我就回去了，各位，你们先拜拜，拜，快去写新歌吧。我先把这个故事梗概给你们讲一下吧，你们可能还没听。这个故事叫《少年老叶》，是个励志创业片。年轻时候的老叶特别幽默，一个小伙子，但他没有钱。然后他被公司开除了，他还不忘跟那 HR 同事开玩笑。然后那天给女朋友过生日，然后他也开除了，他们住的条件也不好，那个生日过得就比较惨。然后女朋友就跟他生气了，就跟他分手了。然后就他很苦，也没工作，也没女朋友。这时候来了个天神，就告诉他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不是偶然的，这个世界上所有人成功都给他交换条件。问老爷想换啥，老爷思忖之后，老爷说：“那我要换掉我的幽默感。”好幽默呀！然后天神说：“那你这换的有点轻，你这个幽默感就只有几个选项，你抽一个。”他一抽，哎，乐果文化什么意思？天神说：“你以后要开一个这个喜剧公司。”然后老叶是不明白，说：“哎，你我没有幽默感，怎么开喜剧公司？”天神说：“你有幽默感，只能给喜剧打工；你没有幽默感，喜剧为你打工。”后来的晚上，他在路过一个开放麦演出，上面有个脱口秀演员，然后在演出，然后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，只有老叶不明白为什么，他就不笑。哦，怪不得实习是这个，他就不笑。然后脱口秀演员决定拿他试段子，就是我能逗笑他，我就能逗笑世界上所有人。长此以往呢，他就决定开一个喜剧公司嘛。到时候老叶已经非常有钱了，他就坐在大包厢里喝的很贵的酒。网络爽文，但是他就是不明白，他做的那个喜剧节目为什么那么好笑。我哭了，我老爷是这么认真的。然后所以就像都后来就既然豆豆演老爷来了。就是还有两个角色嘛，就是天神和脱口秀演员。你们俩看你们俩谁？我演天神嘛，他演脱口秀演员。对，脱口秀演员。看你写的就是这个。那咱角色分配还可以啊，可以。智胜进来。哎呀，王导呀，来，抓紧说吧。就是我可以当你替身，你先聊就行。开始找活了。我在门口等着，你不管去哪，我就跟着你了。好。那我正好给你们说说剧本。哎，好。还真是认真写的一个剧本。咱们这个剧本叫《小城故事》，写成在一个厂房里，然后呢，你被绑架了。我成哥是绑匪，拿枪指着你的头。哦，已经吸引到我了，刚才那一下。中间起承转合，这是起成，就是成哥，就是成哥，你是转什么玩意儿？然后最后他的诉求就是让你以后你要好好做人，你要每天你努力向上，积极奋进，你不能天天在家玩。你25岁了，你靠爹妈养，这不行，难受啊！你就反应过来了，你说你怎么知道我25岁？啊，你是不是我爹妈派来的？然后就特别生气，然后。突然一个我这块要一个另一个空间，我已经搭好了纯白的空间，一扇纯白的门，上面用血红的字写着25。成哥推门进来，一个女孩坐在中间，一身血红。成哥把头套一撕，是50岁的你。哦，50岁的你，他是什么？他逼自过去的自己变好。这个剧本哥我能得奖，我能演好吗，哥哥？没别人了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死心塌地的给你，哥哥。
张一山，张一山，努力，努力，拿奖，拿奖。来来来，我们的剧组成立了，一二三四，行。哎，不是，广志也去你那儿了？啊，你要俩场务干啥呀？那你刚才不把广志选上？我不知道，跟我说选演员再选场务，你怎么俩场务都选了？废话，你那个戏，这个剧最重要的就是场务呀，你这个就是。哎，那我。哎哎啊！会扛摄像机吗？其实我觉得其实演蒙恩那个轻松，对他那个比较轻松。我那个第一啊，我这个轻松地方我没写台词儿，即兴发挥，对，即兴发挥就好了。第二是啥问题呢？因为这个故事很长，这个五分钟肯定拍不完，所以我是一种全新的拍摄方法，叫五分钟解说一个五分钟的电影。五分钟还在解说呢，所以它其实是解说的事儿，然后很多画面它没有词儿，就比如你们俩吵架的时候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就行了，我只要拍画面，然后我就开始说这个男人叫老叶，他此时此刻在的吗？对吧？是吧？你这就是短视频啊！哎，姚文，你这个，你这个有点东西的，你这个有点东西吧？啊！哎呀，这个好。那边拍的是电影，我们这边可是短视频呢。哪个青椒啊？现在啥火？啥火？何广志啊，我作为投资人，我那个我命令你到杨导这个组吧。为什么？但是他是投资人。我投资人啊。就因为有你们这种人，我也长进。现在真以为自己是搞艺术的了啊？资本面前艺术是什么？哎呀李总，我说了都是为了艺术，都是为了艺术。哎，别不行，我早就看不惯了。我们还是想弄点艺术的东西。你个场务追求什么艺术呀？我们的设备化妆老师啊，分一下分一下分一下。设备是每组两台机器，然后监视器是有一大一小。群演呢已经在外面等候了，两位导演去挑一下群演吧。好啊，不好意思了，冒犯了各位老师，因为我就要一个角儿，所以我就得选一下那个。那您要是有意向的话，可以吗？行，得嘞。刚巧其实我需要一位女性 HR，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姐姐今天穿的最像 HR。可能我还需要一个是看演出的观众和那个办公室的职场的员工，然后这四位就差不多吧。辛苦各位，辛苦辛苦辛苦，谢谢谢谢，辛苦辛苦辛苦。王导，我投资人这有角色吗？到底？你可以有，可以有，你就随便挑，后期给你剪掉就行。那我去那边再串个角色。我们是有。四个场地应该要转换。第一场戏我们可能先去那个平房拍，出租房拍，然后各位老师就可以休息了。然后我们我有角色吗？你想要吗？你的角色是一个脱口秀演员。这屋缺脱口秀演员吗？导演我问你，咱还缺别的人手吗？需要不需要他直接就在帮帮忙啥的？哎，我是投资人。哦。监制这个不，我就天黑来串一下，也不用天黑，就可能下午四点之后串一下，四点到八点。谢谢杨导，行，谢谢杨导，可以，谢谢杨导给机会。行，毕竟你投了钱了嘛，行。谢谢杨导给机会。那就角色突然换了，我没有角色了。